第十四题，物质有三态 XYZ， 右图为这三态变化的关系图。关于 XYZ 的描述，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？我们从上面写的什么升华啦、凝结啦、凝固啦，我们就晓得我们的 X 呢是所谓的气态，而我们的 Y 呢是固态，而我们的 Z 呢是液态。我们上课老师也讲过，气体呢没有固定的体积跟固定的形状，所以选项 A 呢是错的。那我们也学到了固体呢有固定的体积，也有固定的形状，所以呢选项 B 呢跟猪呢也是错的。而呢 Z 呢是液体，液体呢有固定的体积，但是没有固定的形状，形状可以因容器的形状而改变，所以选项 C 呢是对的。因此第十四题问我们说，关于 XYZ 的描述，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Z， 体积固定，但形状会随容器而改变。